来继续逛狗市啊！现在咱们看到的啊，先看到的是一窝川红啊，就是苏联红啊。这有一共有五条啊，五条刚进狗市啊，这五条挺精神的，挺精神的啊，颜色也比较到位啊。刚才问了主人他多少钱，他说400一只啊，一共有五条啊。里边大致看了一下，说有。三公两母啊，三公两母的小苏联红，啊，刚进来有点怕，啊，他找个位置放好，来继续往这边看德牧啊，这个大娘和大爷啊，牵了一条德牧，啊，这个是狗妈啊，小狗在地上放的啊，小狗在地上放，看小狗，哇，这么一窝小德牧，这德牧的毛是有点长一点，我刚才问了一下大爷，大爷说，啊，这个德牧是短毛的。狗爸和狗妈都是短毛的啊，这小德牧咱一会儿给拿出来看一下啊。大爷把狗妈让狗妈上车了，大爷啊，狗妈直接过来不让我碰他的小狗，保护呢。这个牧羊犬确实很通人性啊，很通人性啊。来，大爷让那个狗上车了，一个令下上去啊，看那狗还有点怕啊，这高吗这个？来，继续上，OK，这一家伙上的很听话啊，这德牧确实很听话。来，那继续看小狗啊，咱拿出来一只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这条是小公狗啊，这条是小公狗。啊，再拿上来一只。啊，小公狗很不错，小毛色，我感觉是中毛，大爷非得说是短毛的。啊，这只也是公的啊。刚才问了一下大爷，这个母狗是高产啊。这个狗妈是高产，一共生了12只啊，12只里边有2只是母的，剩下的全是公的。看这小狗多可爱，萌萌的，啊，胆子也比较小，可能第一次出来，啊，目前咱们看到这是2只小公犬，小德牧。大爷说了，400块钱一条啊，400块钱一条。它胆子有点小，它，是吧？嗯，萌萌的小眼睛，嗯，这狗长长。啊，长大以后毛都脱毛了，应该是要换毛了。啊，来继续，这是一窝黑拉布拉多啊，有3条，黑油油的拉布拉多啊，这是在狗舍外边啊，咱出来以后拍的。啊，一共有2公1母啊，2公1母，看这小狗，这么热的天啊，这大爷给放到太阳地，你给放阴凉地啊，对不对？它是有毛是黑色的，它吸热呀，你给放阴凉地。对呀，啊，大爷还是比较听话的，放到阴凉地来看看。这个拉布拉多啊，也是400块钱啊，也是400块钱一条，啊，小狗很可爱，黑油油的啊，没一点杂毛，啊，目前咱看到的是2公1母啊，这小拉布拉多，啊，这放阴凉地一会儿它就不热了，小舌头吐的，别给我微笑，小拉拉，小拉拉，别给我微笑啊，别给我微笑，很乖巧啊。喜欢这拉布拉多的啊，喜欢我视频里面的狗的话，直接给我留言啊，评论区留言。